我要跟大家演示一下中场的小球怎么打。好，中场用手腕可以放直线，可以勾对角，可以打后场，也可以打后场的左边小球。直线后场，对角后场，勾球。好，动作是非常小的呢，因为我只用了手腕。我这个马步要扎稳，身体要正直，两个手要伸开，拍面是对着天花板的。准备，拍框朝前，引拍就是横的拉过去，然后往前带，放网有点点翻拍，勾对角，勾对角就把它勾过去，要打球的右边，所以必须要角度比较大一些。那我就不用重复了，为什么？因为中间的搓勾推小动作跟前场是一样的，唯一不同是击球点，当然是高的。中场是低的，还有后场呢，是在后面的反手的中场的小球，演示一下，放网，对，他只有手腕啊，我打对角，勾对角，打直线，打直线后场，力量就不一样，甩出去。你看我这个大臂小臂是不能来回的动，它只是动的这一节小动作啊。翻拍怎么翻，手指怎么用力，准备怎么准备，跟你的反手的高手球是一样，是低手呢比较低，比较低的时候呢，你握拍呢可以稍微呢往这边转一点点啊，变成有点像这样子的握拍，对，虎口呢比较不一样。那因为高点的话我可以把大拇指放下面，但到低点的话我就别扭了，我就得把大拇指放旁边一点，握拍上面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今天要讲的课题呢是小球，但是是中场的小球，正手跟反手一起讲啊。那我合在一起讲是因为大家有了正手打网前小球的基础和反手打小球的基础，那么中场呢打小球，反手打小球动作跟这个正手和反手的前场小球是一模一样的啊，它唯一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击球点，一个是抬起来，一个是在下面。那如果更低怎么办呢？在后场怎么办呢？一模一样的动作啊，所以他们的动作步骤啊，一二三四是一样的啊。出球的力量啊，稍微有一点点变化。放网，打后场，打后场，他还是借助着这个转拍和握紧的这个爆发力，还拍面呢稍微有点点变化。最后你击球的时候拍。停在这个拍面上，球是往上的，停在击球时候转多了，它就球往下了，它过不过网呢就看你的拍有没有转了，这个切过去它就不走了，它转多了就下网了，所以这个拍面呢是大家要练习的一个要点。反手也是一样，你看准备你拍带动打后场打前场，打勾球还是一样的翻过去的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学其他动作呢大家是可以举一反三的练习要点哈，大家要注意这个拍呢，拍面要朝上，要回范。很多人在打低手球的时候，拍面没有朝上，这样子一甩过去就一定容易打到网子上面去。那今天的理论课呢，讲到这里了。